财神先生，财神奶奶，唔过我依家使用介绍自己，我叫达尼，今年我三十五岁，我去做饭，我有一个老师有朋友，我计算地有一百六三十个，我计得仲有六十五公斤，我身肥高，我唔健康，我唔识做药，但系我识追做药，我以前做过喺马来西亚利用呢。2016年到2018年，我计老板喺中国人，我计老板有八个人，我计老板我计有四公公同两米四个字数，我嘅工作喺最少卖送长吉我计六同米几乎老人家，我先几乎老人家几乎比比几乎小朋友，我而家何干最中国送两米何干讲同话。我使用接触物利用呢合约，我为人力在一年我六十五位博在，我希望先生大家谢我，唔该谢先生，唔该谢大家。